以看电影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既然提到这件事情，我知道明讲。我真正喜欢的是陀中康。陀中康，所以你是 gay。再换一个，三二一，帅气，爸爸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爸爸，便秘。一下，我是根本像极了他的没有女儿，不要像，不是，你先对，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剧情就是我年纪很大，你年纪很小，就恋童癖的感觉。不是，恋童癖是犯罪行为，但是我们就是有这种情愫在。嗯哼，那我们都觉得这个年龄不是问题，很想在一起这样。嗯，哇，是你很想跟我在一起，你要演，连演戏都要这样子。对，预备，很想跟你在一起啊。对，好，气。哎，鹏啊，你觉得就是我们最近玩的这么开心啊？那你把我当什么？什么叫我把你当什么？就是玩那么开心，你觉得我对你而言，我的身份是什么啊？就是朋友啊。是哪一种朋友？嗯，可以谈心的朋友。可以谈心的朋友。哦，是哦。这个时候，孙鹏两个喝醉的朋友经过了。啊，哎，孙鹏，还有新的泡泡啊！走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我国光的学弟，他们常常在一起喝酒，不好意思。那你也会像他们那样吗？哦，当然不会了。那我相信我是滴酒不沾的。没有啦，我是想知道说你对我有喜欢吗？你既然提到这件事情，我知道明讲了。我真正喜欢的是陀中康。陀中康，所以你是 gay？ 你很失望吗？我不意外。不意外。但是，你今天跟我聊这些事，你想跟我在一起？没有啊，我有这样讲吗？那你干嘛跟我讲那么多？就好奇啊。哎，你的剧情你都忘了。我说你要一直对我表白嘛，所以我现在说直接问你啊。可是女生暧昧才不会表白嘞。那我就明问你啊。他知道你是 gay， 他就不会喜欢。对呀。我还有后续啊。哦。我还没讲完呢。我跟这个陀中康的类型不太一样，他头比较大。那你会接受头小的人吗？其实男女我都可以接受了。嗯。但是你既然明讲，我也可以为了你。甩掉陀中康，真的吗？好不好？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，好，你一定要嫁给我，我们不能开玩笑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好不好？那有聘金吗？我有三栋房子，马上给你。好，我嫁给你。女孩子长得很可爱，是好还是坏呢？有好有坏吧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讲坏处是什么？其实像我们两个人会成为好朋友，就是因为我们个性都很直接。嗯，那很多人不能接受看起来比较娃娃脸的人讲话直接，不晓得为什么。就像你憨厚的脸，然后是狡猾的心思。有憨厚的脸吗？他脸看着蛮憨厚的，但是很狡猾。可爱，可爱，因为不是三。我为什么是这个音乐可爱？你是 K 档啊？吓到的脸啊！可爱是这样，来啊，预备，起！我他妈吓死人了啦！一个放挥完，四三二，啊！这才叫可爱嘛！你是干什么啊？你傻子？对啊，这么干？我要啊！对，你干嘛把他划痕啊？不是，我是他在看一下我这边。偶像就是要兼具帅劲与可爱，对啊，这样可爱。这一集我一定要看一下。好，来，该你，预备，起。啊，这个可爱，好来，预备，调皮的可爱，可爱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爸爸。好，预备，一、二。你要爸爸的时候做出来那个表情，不要先做。时间太长了，现在大头贴时间都很短。好，那三、二、一。哎，你是不懂看吗？好，我配合。好，表预备，三二，预备，三二一，爸爸，预
备，再换一个，三二一，帅气，爸爸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爸爸，便秘，好的，一二三，生气，好，谢谢，哟。哎，等一下，刚才那个便秘是什么？对啊，哪有大头贴拍这种东西的？哎，我最近有拍，因为最近有一个便秘图案是有大便的。哦，对啊，那好玩，对不对？哦，图案里面是一坨大便，很多很多大便充满了整个那个画框。然后你拍那个的表情是什么？就是，很臭的感觉。对啊，你这样会觉得自己的 fans 有点丑吗？不会，好，不会，很好。哎，那你装一个很性感的感觉给我看哦。那突然哦。性感哦。拍照可以这样啊。看这边，看这边哈，好，五四三二。性感有性感的动作，性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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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作。哎呀，不行啦，拍照拍照比较 OK 啦，太害羞的啦。肯定要你来，是你一样是你，哎，肯定要你来才有 feel 嘛，你给人家爽一下嘛，你怎么这样啊？那保证不会吐哈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我怎么会吐嘞？来，该我当导演了。那你是我男友吗？不能拿着。是的。开门！公报私仇！我他妈情绪已经来了，你给我一棒子！对不起，预备，预备，老公，可以看电影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看电影啊？什么时候？今天晚上可以吗？想看哪一部？都可以。你怎么了？小怪！啊，不要气，不要气，不要气，带你去看电影了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东北人，你要看哪一部啊？嗯，我要看《神仙家庭》，好不好？我要看恐怖片。恐怖片啊？最近恐怖片拍的不好，一点都不恐怖。啊！不管了。就是这样子，对不起。OK， 不管嘛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我带你去看。那然后呢？圈圈，圈圈。啊。哎呀！本身你男友就不喜欢女生撒娇，还来这招，就只有讨打的份啊。可是我男友好喜欢你，像娃娃一样的话，就要来这一招。他已经爱死。你家